时尚动感，日新月异。华尔街电视主持人小月身在世界潮流之都纽约，追赶明星动向、时尚指标、文化境界、娱乐欢心、生活方式，时尚动感，感动人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小月。现在我刚刚来到了皇帝深圳，那就是精神赌场，位于康州的。刚刚我们开车开了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，从纽约的皇后区，然后一路赌车，因为今天星期五，2月2号是张学友演唱会，学友我们来喽！所有人都在惊呼。你要知道，张学友演唱会真的是一票难求，他这次总共举办3场的演唱会，然后大家都是抢的，连黄牛票都买不到，很多票都被炒得很高。但其实小月告诉你，肯定是假象，票肯定还是有的，因为毕竟有3场演唱会。可是这一次呢，票真的是非常的紧张。然后小月知道，通常在赌场里面开的演唱会呢，赌场的 VIP 和 Super VIP 都会有几张的亲友票，然后可以送给这些回馈给这些客人。可是张学友的演唱会，每一个 VIP， 反正放开说了，都只有2张可以送给他，而且呢，还不能是说在什么前面的，然后你不能选择，不能保证你的票的那个位置是好与坏。张学友的魅力真的很大，小月好期待。默默的告诉你们，其实小月也没有钱去买这个票，小月是有几个土豪朋友，然后他们都是赌场的 VIP， 所以呢，他们有幸有2张票，然后送给小月，所以小月和自己的好朋友一个姐们，然后一起来欣赏张学友演唱会。
编成的马戏团。我最佩服他的是，整场他换了至少有五套的服装，换装的中间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，然后其中有我觉得最好看的，比如说有哥特式啊，还有野狼型，哇塞，都是超慢的。OK， 好了，就这样喽，你准备要回家睡觉了，我的女伴然后来捣乱，真是的。好，回家了，拜拜。哎哎，这不是刚刚被荧幕拍到的一对情侣吗？喂 ，Hello Hello， 哎，你们刚刚好像没有亲哎，要不要现在补一下？补一个哟，什么感觉？看完张学友的演唱会？你是哪里的？我们是华尔街电视。啊，华尔街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挺棒的。所以觉得他拥有那个张天王的范儿，真的是。最喜欢哪首歌？都喜欢。都喜欢。来唱一句吧。我花儿都谢了。唱一句吧。我等的花儿都谢了。现在补一下，唱一句，补一个。补一个。会。明天卡拉 OK 再上。我们决定一会儿回去直接卡拉 OK， 然后继续唱，怎么样？好，祝你们幸福快乐，谢谢。拜拜。